欢迎来到小林赏频道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今天带大家来到台湾东北角的望海巷渔港，这是基隆市最东边的一个小小渔港，本来就是人烟稀少。不过最近基隆市政府沿着海岸线建了一个景观步道，成了真正无敌海景第一排，而且这个景观桥还得了国家卓越建设金质奖。疫情期间最适合玩这种无人的无敌海景。这里开始逆光，把画面调暗以免刺眼。 Sorry, 舒姨妈 sent。 因疫情期间没人来，望海巷景观桥不小心被我包场了。从空中俯瞰山川和大海实在太漂亮了，这边同时也是海钓圣地，可惜小林赏不会钓鱼。渔港位于基隆市最东方之长潭里，在基隆市与新北市的交界处，在清代是八斗子地区汉人与瑞宾、番仔澳一带平埔族以务役务的地方，故名为浣番。当时以务农居多，日据时代渐渐改为渔业，港内船只现在都是十吨以下的小船，都以一支钓和叶绳钓为主。春季渔获以花枝、马家茧、青鱼、竹夹鱼为主，夏秋季以软丝、黄鳍鱼、小石斑鱼、花身仔、白带鱼、金色鱼居多，冬季因东北季风强较无出海作业。这里大约是基隆市跟新北市的交界处，北边有朝境公园，南边有深澳渔港、酋长岩、象鼻岩，车程都不超过十分钟，可以搭配成一日游景点。除了深澳渔港之外，朝境公园附近也有八斗子观光鱼市，可以吃海鲜打打牙祭。
如果您没有开车，想搭公车来这里，这里也有很多公车到达，像103、791、802、803、1051、266公车等，大部分都是从基隆车站开过来的，也大部分都有到朝净公园和深澳渔港。